射鱼鱼叉，怒死青儿。在民国20年的时候，报纸刊登了一则报道，居住在张家宅有一位名叫张阿秋的渔民，41岁，一直以射鱼为生。哈哈，好大的一条鱼啊，今天运气可真不错。张阿秋的妻子王氏只剩一子，名叫小鹏，年约4岁。张阿秋夫妻二人爱如掌上明珠。妈妈，你看我可以拍这么多下球哦，厉害吧？小鹏好棒哦。回来了，小鹏乖，在家有没有听话啊？爸爸，我拍皮球给你看，我可以拍好多下呢。是吗？小鹏真棒，快拍给爸爸看看。本月11日下午3时许，王氏正在田中除草，而张阿秋则在小茶馆内休息。张阿秋夫妻两人都不在家，只有小鹏一人在家里和邻家的小伙伴玩耍。你看我厉害吧，我能连续拍好几下呢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能，不信我拍给你看。不给你拍，这个球是我的。小气鬼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哼，谁要跟你玩？哼，我要回家跟我妈妈玩，不跟你玩了。对，不跟我玩拉倒，我也要去跟我妈妈玩。小鹏想跑到田中找他的母亲，可他刚刚走到距离家约100步远的河边时，竟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而此时，张阿秋刚从茶馆喝完茶，往回家的路上走。张阿秋行至该处，突然听到河中巨响，浪花四溅，好像是一条大鱼。看样子这鱼不小哦，抓住的话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张阿秋急忙回家取来鱼叉，来到河边，瞄准后很猛地插了过去。哈哈，刺中了，刺中了。当张阿秋看到鱼叉刺到他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小鹏时，顿时晕倒在地。而他的爱子小鹏已被刺穿腹部，肠腹流出，命绝毙命。小鹏，小鹏，爸爸对不起你啊。小鹏，你醒醒，看妈妈一眼，你看妈妈一眼啊！都怪你，是你杀了小鹏，是你杀了他。这都是张阿秋杀业过重，才导致他的儿子丧命，这是报应啊！其实即使张阿秋不射鱼叉，小鹏也会被淹死，让他亲自刺射死自己的儿子，是冥冥中使他知道鱼被射的惨痛。而当时张阿秋听到水中的声响，竟然不能辨别出是人是鱼，以至于上演这幕惨剧，也是丝毫不爽的因果报应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大方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